喊娘娘。娘娘。没对，不是让你叫，让姐姐叫娘娘。娘娘。叫姑姑。姑姑。不是，让姐姐叫，叫姑姑。姑姑。别喊。我们又来外婆家了。峰哥一大早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，留我一个人带妹妹，我要被这群小家。我这不是去给你拿快递去了吗？你这又是买的什么？哦，是我想吃好久的诺凡金松露巧克力。你看这款有燕麦脆呢，又脆又香还不腻，还是纯可可脂的，抿一抿就化了，好吃又健康。嗯，确实好吃哎。你妈妈亲啊。老娘我今天的心情有点小糟糕。要给太太吃吗？我去给太太吃吧。你是个屁！真棒。